老婆，我回来了。老公，你回来了，请换鞋。老公，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菜，你一定要多吃一点哦。我先去给你盛饭。嗯。我这个月的工资拿去，想买什么自己买。那你就不留点买化妆品吗？我要这些干什么？这钱留着我们买房子，给你换辆车，给孩子交交学费不好吗？好。对了，男人记得对自己好一点。嗯，你放心花，有我呢。绝对不可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老婆，你……老公，你不是喜欢玩游戏吗？我给你买了最喜欢的电脑。哇哦！以后啊，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真的？一会儿啊，你去辅导孩子做作业。嗯。做完作业带他睡觉，绝对不影响你打游戏。等他睡着了呀，我再来帮你按步骤。谢谢宝宝。哎呀！下班不回家，在这笑啥呢？我在想象一下我的婚后生活。婚后生活？嗯，不是你婚后生活，你首先得先找个女朋友把婚结了呀。那女朋友都没有，你婚什么后啊？我尽快。马上四十了吗？哎，那你现在还扯啥？还不赶紧找？哎，回家吧。哎，好。媳妇儿，回来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我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。好嘞。好嘞，然后还有水果。陈翔六点半。